应该怎么样去防治啊？那么也提到以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景啊？但是对啊，对于这些民众真正的健康伤害到底是怎么样啊？那么也许我想大概真正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要在推动这些管制啊什么，就会碰到很多问题啊。那么下边啊，就由啊叶光海医师了啊，来帮我们啊讲解这个对健康的这个影响这一部分。那么我想因为时间关系，那我们就先进行下去。我是一个妇产科医师吼，当然关心这是因为国光照啊。即几工，即礼拜啦，即礼拜刚出院，到礼拜三就公布伊个调查报告，有关听了着。内底咧公布是安尼公布，伊公布就是讲咱台湾是世界排名，当然阮张小姐咧讲，咱伫世界排名算。有数亿的，咱是算普通的微流的啦吼。啊，若做讲台北市甲人比起来，嘛算微流的。所以监察院去年看到这个报道，伊就去调查，啊调查，这礼拜就是四天前礼拜三出来吼。所以我内底本来有一寡物件，内底要用这物件，这样我都慢慢讲。所以，台湾的空气是不是好？无好，当然大家感觉安怎我唔知啦吼。这是阮去年发表的，就是讲 WHO 伊本来有一寡数字，阮用台湾环保署的数字去甲伊比，啊比了时阵，环保署了有一寡意见，伊就讲哦，伊差啥啥啥，伊就伫遐解释。所以我刚才伊的调查报告伊是安怎讲？伊讲虽然你讲的是差啥嘛，但是甲人民感受是我无。无共啦吼，所以我感觉检察院的调查都了有一点啊，较下下阮的感受，但检察院他怕是是无问阮意见，因去年公布迄数据是阮公布的吼。歹势，台湾 PM2.5 好无好？我想头前大家拢有提到啦吼。咱若甲世界比起来，当然如果咱若甲搁只外个。讲吼，咱若甲加拿大比起来，加拿大年均值我感觉过是七啊，美国是十，咱台湾是三十一啦，哦，咱台湾三十一，但是环保署想要乘以三分之二，剩三分之二就剩20，咱就甲美国足侪城市比起来就差无侪，伊想爱讲安尼吼，啊，当然，搁只我会讲啦吼，就是咱台湾其实环保署拢减讲侪数字。就是咱台湾大概本身家己的报告，就是咱台湾本土的气喘是17对会引起气喘，就是短期曝露，短期曝露就是24小时你曝露就是，唔是讲一年曝露的引起气喘。所以根据咱的数据，咱台湾所有的研究大部分拢是自动监测出来，所以环保署也乘以三分之二，其实伫遐咧争一个物件。一个数据，一个虚假的物件，也许有一寡误差，但是
其实咱台湾目前我看到所有报告，大部分拢是自动监测，就是所有咱的兽医应该就是自动监测的兽医。所以环保署一直伫咧讲咱台湾的物件是无啊恐怖，这是其实这款心态上恐怖，伊有点麻醉人民啦，有点麻醉人民，好啦，知影，好人民这里讲台湾无啊歹，无啊恐怖。但是我过一下，我会甲大家报告，其实美国因即马开始紧张啊，因。搞个啥物 HO 的物件，迄款的标准嘛无得保护人民。我甲大家报告，啥物 HO 定的标准是年均是10，日均是25。咱台湾最近定的标准是35到15，和美国。但是美国年底就会公布啊，美国年底会公布就是35、15伊要降，15看要降出来12、13、11。我个人嘛显示就讲，伫美国足侪心美国心脏科医学。美国肺脏医学会，因拢共同伫公听会，因由5月开始，你举行公听会。因美国的心脏科医学会、肺脏医学会、甲预防医学医学会，拢先问去美国环保署讲说，因主张爱11到25，就是接近 WHO 标准。伊讲几万篇的报告，已经拢证实，愈严是用愈保护的。所以我觉得，而且我会讲，咱今日 PM2 对咱台湾的恐怖，不是 PM2 本身，是政府的心态。政府若是讲你定一个标准，若无认真去做，这个标准定在天顶，甲袂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花80年的时阵，永远唔天顶。如果若即个外面外邦国讲咱台湾宪法，甲讲外邦国是咱的。啊！天啊，讲台湾代志，拢应该定宪法、定法律，好，台湾免做啊。所以，加较拍算的5月14定了时，大家唔知影，大家有感觉讲 P2 在管控无？有够实际，个改变有，是嘛？但民众我唔知影，但防暴拢是99.9%，拢唔知 P2.5是啥物件，可能嘛唔知影 P2 已经开始管控啊。所以，这是较拍算的。所以，环保署。中央五月，阮伫8月19伫中华区咧办一个行动，就是讲你今日土法不能施行，你加定了时你爱行动。所以阮请中央五月来讲的时阵，请交通部来讲，请能源局来讲，请工业局来讲，我看因是拢无特别意见。这是去年自4月13，马总统讲要立即管控开始到。5月14号，我看是敢嘴上顶一个形式的物件，实际行动是有限。因为8月19，我请来中央部回来，大家对 PM2.5拢无啥概念，大家对碳有概念，节能减碳到来，但是要怎减 PM2.5无啥概念。那大家报告，减碳甲减 PM2.5是这个两个无共。减碳，碳是间接杀人 ，PM2.5是直接杀人。我搁甲大家报告 ，PM2.5当然引起囡仔甲老人上恐怖。就是咱人口上细汉的甲上老的这两个族群，愈有毛病，愈有细胞有毛病，也是较肥胖的，也是有心脏病，啊，细胞本身有疾病的，高血压、心脏病，这本身就对 PM2.5上敏感的族群。所以，第一，这人以外，我感觉胎儿嘛受影响。所以，妇产科医学会去年伫母亲节迄天提出来。提出来讲说，这会造成低体重儿会造成早产，所以妇产和胎儿伫内底就引起胎盘的发炎反应，会使。可以麻烦大家可以用一般语言吗？因为我们里面有原住民，也有客家的，我们听不到。他是讲胃癌吼。凤辉辉哈，凤辉是跟我同年的，向各位报告，60岁不到，所以这是善国情。所以最近的陶大伟也是，刚刚提到卢秀一，还有陈定南，那陈定南他本身是6000，结果反而。被污染，他是认为石化又是高污染，一个超级污染。那我们看看 WHO， 他今年公布，不是只有户外，户外当然会影响，
但是我们看，他刚刚讲的空气污染，它影响小孩子，我们看看也会影响室内，室内的空气也会受影响。我们看看，全世界大部分监测是 PM10， 那 PM10 里面包含 PM2.5， 我们看这几个监测的，我们看到比较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跟加拿大那边是绿色的哈，那红色是在中国。那中风也有关的，最近是高聚美中风也有关的。那 PM2.5 是头发的28分之一，那是沙子的30分之一，所以我们看看它是很细的东西哈，那可以透过肺泡直接循环全身。那最主要是燃烧，所以燃烧人为起因，这是主要原因。那不休息一下，刚刚讲石化业，那我们看看，所以我们不要讲台塑本身，它每天它制造的东西，光爆炸本身它是燃烧，所以它就可能在燃烧那天，它可能就产生 PM2.5。我们看看这是 size， 它是 dangerous 的 dirty。我们看它还有里面很细的，越细是越恐怖的。所以我们看看，它越细越透过肺泡，绿色的它是在比较上面的部分，肺部上面的部分。那比较细的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可以沉积在很深的部分，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全身。那我们看看年均值，刚刚讲美国是11，现在是10，加拿大是8.13，现在是7。我们看到台北市古亭捷运条开，它还是年均值在35。所以我们看看台北市跟世界各大城市比起来，台北是30，我们看看我们是台北市倒数。所以我们看美国，它是27，但2009年它降到25。所以美国是10跟25，但是美国肺脏医学院也认为，美国居民是60%住在危及生命的地方，那台湾应该是几乎100%。所以我们看看这是台湾，台湾我们从东部，从台东往上，然后从北部往下，越南往西部是越南，空气越不好，这是每一年。有7天，它的数字就是最高值。我们看看高雄是100多，137。我们看看台高是42，这个都比美国27还要高。我们看看最容易是气喘啊，那气喘全世界各国都往上跑，好像没有上限啊。那我们看看台湾，其实小孩子肺部发育是发育到10几岁。我们看看台湾，我们中台湾，我们看看1987年台湾气喘是中部。是2.19%，2002是6.99%，是增加，是3倍，这是中台湾。那我们看看，它会有气喘的发作的是15%。那我们看看冬天的时候，三分之一小孩子都在晕了，气喘。所以我们看看，这是我们台湾的话，我们台湾是2007年是11.9%。我们看看，除了会影响肺部以外，还会影响心脏。这是美国肺脏胸腔美国心脏医学会，他发表的 Scientific State 科学者，已经第二次了，50几页。这是他的原理，他说有越来越强的证据是确定是影响。这是美国心脏医学，不是只有肺脏医学会。所以短期部落也会影响，长期部落也会影响。他的高危险族群，刚刚庄教授提到的，他如果减少10的单位可以增加0.6用，如果增加会增加8%肺癌死亡率，6%的心肺死亡率，4%的总死亡率。我们看 WHO 的标准是，它日均的标准是25，如果从75减到25，它可以增加延长5%。所以短期孤陋也是危险的。但是我们看他高速的网站一讲，一年只有几天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这就是麻醉，这就是麻醉，有点是变相体验，比较可惜的。那我们看郑中远教授，我刚刚讲，台湾是17不是一年呐、啊，它是短期部落，你只要17就引发气喘，所以台湾的数字5到14岁，当天哦，检测当天哦。他如果短中长期是32、28，就有健康效应。
那我们看65岁，我们看看它可以减少总死亡率是 8.26%， 台北市。那脑血管疾病会减少 21.46%， 心血管心脏疾病会减少 11%， 这比 WHO 的数字还要高啊，还要有效，可以救更多的台湾人。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中部的，我们看看彰化日均是46，我们看看我们台中西屯是14.9，那南投是45，啊，高雄是更高了。那我们看看，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郑春仁教授的数字，他的确可以，台湾的本土数字也可以减少，可以救我很多我们的65岁以上的长者。那我们看看高危险族群，刚刚讲的心脏病、肺病、糖尿病、肥胖、气喘，那其实最弱势的就是在地底下，在那些工作，射精弱势族群。刚刚提到新生儿、婴儿、儿童、老年人，那我们看看它会影响。如果本来气喘，可能就要变门诊变住院，那住院变成可能就要住家加护病哦，甚至死亡。你鼻炎已经刷掉，鼻炎想。看看台湾的十大死因，这是去年，所以我们刚刚看二线肿瘤是确定有关的哈。台湾今年的报告是跟卵巢癌、跟乳癌有关，不是只有跟肺癌。我们看看二线肿瘤，第一大死因一定有关，第二大心脏病刚刚讲的有关，第三脑血管疾病已经有关，第四糖尿病有关，肺炎也是有关，第七是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也是有关，第九是高血压。十大死因七大跟空气污染有关，跟 PM2 有关。那我们看看，我们10年前肺炎从是第八，去年我们升到第五。以前慢性阻塞肺部疾病还没有进入十大，慢性阻塞肺部疾病就是像抽烟一样，孙俪广告慢性肺部阻塞，以前是十大外，现在已经第7了。所以我们看看癌症。卵巢癌跟乳癌已经确定台湾的数字，高雄医学大学副校长杨教授已经发表了。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台湾对国人的健康危害，我向各位报告，我们现在台湾老年人口只有11%，但是我们会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增加老年人口。我们看看瑞典它从 7% 到 14% 它是花了85年，我们只要花24年，他从 10% 到 20% 他是花了67年，我们台湾只要20年。瑞典是永远目前不可能到 30%， 台湾马上就要 30%， 以后甚至会超过 40%。 所以以后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大部分都是老人跟小孩子，超过60%都是敏感族群。所以台湾的空气一定要比瑞典更好，一定要全世界最好的。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老年人口增加以后，我们只会增加 三倍，我们的住院会增加6倍4倍6倍。我们看看，我们现在台湾人口中位数是37岁，但是未来我们会全世界最老的国家哦，比日本，所以有40%是老人。所以我们看看，我们今天台中那款，台北市是第三个哈，两个款，一我下来一排 PM2.5 的量，公吨是2664，我们看看台中是10474，南南。台北市人口200多万，台中市应该是超过200万的话，我们再看。那看我们看看，我们比台北市给市回 PM2.5 的量，所以今天国家的资源都投资在台北，所以台北如果是一流，我们是四流。所以我们大家副市长、副领袖，我们现市府的这些国呢，一定要向中央去争取。所以我们看看一个原因，除了台中火力发电厂还有卖掉，我们看看台中火力发电厂它以外还有卖掉，这是6000工业区，我们看看6000工业区是什么，是全球第一大的 S 联，第一大的仪器厂，全球第5大火力发电厂。我们看看这是最新的，今年
刚的火力发电厂，这不是我讲，我们看看第五刚刚是卖掉，第一就是台中，那我们看看小小的中部云林跟台中就有两座第一跟第五，还有第一大的乙烯厂，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电力业刚刚庄教授的公司，我们是不是未来也是来减量？南美火力发电厂是不好的，不是我讲的，这是美国会上议决议长，他是毒气啊，他讲 toxic air， 大家看毒气，他就讲扣的南美哈，这里不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定的35跟15，我们看美国，他现在要从15降到12到13，以前认为15它可能是绿色的，现在可能会认为12、13才是绿色，以后会改。说不定还会更低，因为劳力要求可能是死的。我们看看它的成本效益是30:1啊，你投资1块钱，你可以谈啥的空。如果在美国可以赚30倍，我们阿伯老人较济时，我们大概可以50到60啊。所以你要看因研究时阵，你看看从13、35，13的年均值，大概报告减到11，而且日均值35到减到30，两者的时候，它的成本效益是1:140。你看嘛 ，BA 那干出啊，受不了，减少偌济？你看吼、哦，所以我头先讲，美国很多学会引起主张11到25啊，你这个等于公听嘛，年底会公布。你看8月31，你形容对美国 EPA， 所以我头先甲大家报告，我们现在正在呼吸，是没有呼吸，那是我们8月初一定要行动。所以今年刚公布，劳动局刚公布。这个是来水就是叫柴油，柴油是一直来的，那是确定。所以台北市当年也公司放在，我想可能用柴油啦，台中当年我觉得吧，可能用柴油，那是咱看可能足侪人认为比咱较落后的中国，没关系。韩国所有大部分这是讲公共企业大部分，所以。这是台南市长钟英杰、亚军宏、吉秀、国泰民安，那是我感觉不够。亚军本身是不够，你来看，烧香拜拜，起诉到700哈，起诉700哈，所以也因为的，那你台中市长，那台中市长好像学习，今天我会影响到学习跟那些什么，你看那台中市长是亚军宏，其实连亚军但是蛮修了。所以等于三公预报，咱来看，这是美国，伊的预报，头先讲绿色是较好的，黄色是普通。美国伊有分析，伊的预警，所以你预警是安怎？伊的保护，你看这用运动没运动，伊就围在这里呀。运动是安怎？危险，如果运动会 PM2.5 是一的时候，咱若咧跳群的时阵，在做这么侪 race 就是。运动的时候有啊，所以我最近为了马总统，我们为了国泰民安，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我们一定要祈求我们的马总统空气好的时候一定莫出去走啊！不，我们光大陆的使命打开很难完成的。我看我叫我看，大概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完成的，真的。所以啊，这是雄心呢，咱来看。它还有风向，所以应该警报啊！建议大家提到讲，建议咱拿出管控空气污染，会影响，影响咱 GDP 这些。那往美国到2010年，伊的 GDP 往上跑的呀，伊的汽车越来越多，人口越来越多，能源的消耗越来越多 ，CO2 当然现在开始减了，但是它的空气污染是减少60%。刚刚教授主持人李教授提到，我们太阳能的污染留在台湾，美国是把污染留在外面。所以啊，我们刚刚看美国空气不好，最不好是加州。我们看加州的倒数的，加州未来怎么样来的？1、2、3、4、5、6个都在加州。美国全那么多有测站的地方，倒数的就是加州。但是我们看看加州，在1999年。一不好不良的天数是68，它现在2011年剩下8天，已经快要复合了，标准。
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在想说乘以三次台湾空气就没那么不好，而不采取积极行动，美国搞的啥？哦，分手的工啊，分手就是科斯酒那个干啥的？我搞的，我把电脑干拿来，弄开了。所以我们看看 ，L A， 如果台湾那里的台湾空气的话 ，L A 赶快拿。哦，这是也受一个比较奇怪，那种看 L A， 不好天数一直降，降到准几天。所以，为了那个气质，所以啊，我说人听来看，安理会的，阿光嘛，阿光也跟环境因素也是有关，可能跟气候在模仿作者是有关的。这是美国之宝 National Treasure， 你台湾未来会是已经去上个月九月26，所以最好。我用以这个歌 The Land is Mine 来表示我对大家的尊敬。听下来。安迪威廉的防空台，我现在看到的报告是跟气候战略。就是说气候那里可以看到 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有关的，那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说很多癌症是不是跟这个有关，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以前不知道，像现在对癌也不敢一直讲直接，但是我想要要求今天公布茶油是一直出来，我想台湾的茶油一定要讲在的。大家哪发问呢？